崔健虐杀幼猫，遭批泯灭人性。竟要挟我，谁这么狠心用崔健射这只可爱的小猫？这只猫哈，今年的5月17号早上10点多，在南澳乡派出所通报，在早餐店一只猫咪身上有中了3支的那个催针，直接卡在它的皮肉上面。这里有一个，这是已经复原的伤口，卡着这样，只有剃毛这样，就这样伤口块。3支催针哦，分别有插在这只小猫咪的身上，比较深一点的有到达7-8公分的深度，啊，甚至一只有从头部有贯穿的情形。网友看到小猫受伤照片，纷纷痛批：天啊，太恐怖了，惊腰修！防疫所也提醒，虐待动物致死会违反动物保护法，可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动新闻。快带我回家吧，报导。